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半月湾海滩公园，这个公园叫 Colville Range Beach， 非常漂亮的沙滩，旁边还有农场。我们现在停车的位置在这里位置，走一个很长的步道，到了海边呢就是有悬崖的地方。这个开门的时间是早晨八点到太阳落山，这条是一个步道，直接通往海边。这个半月湾呢，它是一个市，它人口呢10000多，它的面积呢是16平方公里，海拔23米，它是位于旧金山半岛。半月湾顾名思义啊，就是这个海湾就有点像半个月亮一样的。据记载呢，是西班牙人1767年发现的地方。这旁边有农场，这有台阶，哎，这个就是比较值得看的海滩。这沙滩也挺好的。好，我们走到沙滩这来了。这个地方呢还属于北太平洋，再往下走没多远就是南太平洋了。我已经走到这个沙滩边上了，不能往前走了。哇哇，这个水追着我就来了。哇，看看这海滩哈，有一个死掉的一个海豹，这个皮还没完全烂。现在来到了海湾的另外一边，我现在站在岸上再录一下这个沙滩跟悬崖。这个悬崖不是太结实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